本节目没有人赞助播出。Hello， 大家好，我说我这一次要来玩到的是这个克莱斯这个英雄。那这一次顺便呢教大家一个辅助的观念。那我呢在这个王者荣耀里面呢玩辅助呢，已经玩的很熟练吧，应该说，从这个提米啊，这个有些英雄这里还没有的，就是传说中还没有的啊。那些英雄我大概都玩到70多%的这个胜率，那都是用它来直接上 S 的。那比方说我用太乙真人就直接从这个钻石段位爬上去，这个就是 S 就是 A 牌直接星耀，然后 S 都是这个大部分都是用提米，然后就能上到去。那当然有时候还会用其他这个位置英雄，基本上玩到去 S 的玩家呢都对不同的位置呢都要熟悉的了。那这一次就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辅助观念。那最近呢这个艾里的造型泳装造型快要出了，那大家觉得这个艾里的泳装造型怎么样呢，可以在下方留言哦。或者大家会不会买，还是觉得这个造型普普通通还是很好看呢，都可以在下方留言哦。那这里呢我们上路这时候是呈现一个挂机的状态，不过没所谓。那这一局呢我们用这个克莱斯是一个很凯瑞的一个辅助。那这一局我们尝试也帮这个小兄弟一起的可以上一下分吧。那这里回到中路，看到中路三人集结想要打我们的这个阿莱斯特，阿莱斯特这个位置左出了一点。那我们这里呢在跟打野，这个时候不好进场，因为打野状态不是很好，而且对面呢是满血的一个状态。而佛罗伦呢这幸好刚刚回来。那这里帮这个打野再刷一下这个红区，还有看到对面的这个时候我是感觉要去抢一下这个龙，可是呢鱼人还没有上到四等之前呢，虽然也是一个也是蛮强势，可是开团的能力就没有那么好了。那这条龙我们先放给他，然后呢上四等了直接一个大夸克，然后呢我们进场搭配我们的这个刀锋宝贝，然后看到 LED 安也想要冲出来，那我们不怕，直接再压一个二技能，然后再把他人头收下来。那这时候七儿进场，那我们这时候大还在的，而且呢凛凛还在，那我们这里搭配我们的凛凛，然后使用一个普攻把对面的这个奇尔的人头收下来。那第一件装备我们会出到的是这个圣骑士战靴，出完宝石之后就出这个，那是因为这个装备呢能够提高我们的韧性。那韧性这种东西呢其实比起这个 15% 的这个物理这个普通攻击的防御，就是物防鞋嘛，这个被动呢其实韧性要比这个好很多。因为你对如果被对方一控制，我们这个克莱斯呢是没有不像这个牛魔王或者是这个查格纳尔一样有这个免控的状态。那克莱斯这个英雄如果开大然后被人控制到的话呢，也是蛮难受的一件事。那让你的这个因为你大的时间是有限的，那如果被控制住了，那你大的时间就会很快的就消失，然后就浪费自己的大招了。那这里呢我们看到上路呢就被这个对方的塔拉呢收下来，那我们这里呢帮上路补一下线，然后塔拉这个时候你不能越塔去杀他，即便如果刚刚我是这个刀锋宝贝，那如果他已经回到塔内的话呢，也尽量不要去杀他，因为塔拉在残血的时候这攻击力是非常夸张，这是其一。其二的话呢就是他的这个大招，如果他还留着这个大招的话呢，那进塔之后其实你是收不掉他的，很难收得掉他，血马上就回来了。比起你这个你可能大招切他，可能切他这个1000血，他马上1000血就回来了。那所以这塔杀这个塔拉是一个不智的选择，除非你很确定你的大招他的大招已经开过了，而且呢你身上是有这个聚魂系列，那还不错。那这里我们开启大招直接搭配我们的刀锋宝贝把这个对面的夸克的人头收下来。那这里趁着大招还在，我们呢这里直接开启龙，这个为我们整个团队呢增加我们经济。那这里我们看到中路有兵线，而且中路呢这个时候要回来，那奇尔这个时候赶过来，我们搭配我们队友呢先帮他把这中路兵线清一清，然后缴个治愈给他，让他呢如果不是的话他很容易刚刚就被这个奇尔呢开大杀了。那奇尔这个英雄其实是塔杀呢他是真的蛮厉害的，开一个大然后进场你如果你就一个英雄还有一个目标的话呢，你没有兵线的话呢他一直瞄着你来打，然后直接使用二技能穿墙，然后你就直接被他塔杀了，所以这个英雄塔杀也是蛮厉害的，
莫拉这种奇尔这种啊塔萨英雄大招时候无敌，其实是蛮可怕的，所以很注意他们有没有进场。要进场的话，你的队友你就要重点去保护，有技能的话，有这个能力的话就要去保护，尽量去保护。那这里哎，我们的佛罗还不错，回来之后呢，经济呢赶回来了，把对面的这个塔拉的人头直接单杀了。那这里呢，我们的阿莱斯的控制住了这个狐狸，那我们呢直接一个大招搭配我们的领灵，把他人头收下来。那像我刚刚说的，这个奇尔呢，就是像现在这样，他又想要穿过我们那么多人直接杀这个刀锋宝贝，那我们趁着我们大招还在，那把他的这人头也直接收下来了。那么短短的这个六分钟的时间呢，我们已经得到了一个六颗人头的这个参团率啊，我们有这里呢已经是有七个人头我们收了，我们有六颗人头的这个参团率。那大家算数好的这个小兄弟们可以算一下，这参团率是多少啊？这个，那这里我们看到中路要集结了，这夸克要过来，那他勾的话呢，我们要帮一下挡住这个勾，要不然的话呢，他勾到我们的这个随便一个输出位的就不好说了，那就麻烦了。那这里我们的这个刀锋想要进场，那我们的大说时迟那时快，那么快又差不多满气值，这怒气值满的，那我们一个开的哇，直接推到四个人啊，然后一个开大。想要打这个勇，那这个夸克我就先不理他，我们要越过他，死要杀这个勇。那把勇收下来之后，我们刀锋宝贝再进场，把他们全部差不多收完的。那所以大家如果开大的话，如果你除了能保人之外呢，这个克莱斯还是也可以切人的。那要切的话，就不要去切夸克，你看他血好像很多一样。其实夸克那个物防啊很高的，像我们没有出物理攻击、物理穿透装备的这个英雄呢，你要去打他，还不如去追一个勇。那这里我们搭配我们队友呢，直接去上路帮忙把他的塔拉收下来了。那这里我们出到一个这个德鲁伊战甲，那德鲁伊因为我们这个这个克莱斯是没有回血功能的，他不会回血，只有靠你自己的这个奥义啊，那回来回血。那这样的话呢，德鲁伊就这个装备就很有用了。德鲁伊能够直接让自己受伤害的时候呢回血，而且呢他 CD 也不长。那这样的话呢，有时候你玩克莱斯玩或者是其他坦克的这个英雄，有时候可能你玩下觉得这血怎么不会耗，就是靠这个德鲁伊的这个的抑郁这个德鲁伊。那把我们主要装备出完之后呢，我们这里出一个这个辅助装。那有小兄弟会问，怎么不早一点出辅助装呢？那这个要看一下对面的这个阵容，如果对面有这个悟空啊、这个蝙蝠侠、奎伦啊、刀锋啊这种英雄呢，你就快点出一个盾啊，或者是这个莲油之戒啊，给视野看到对面什么时候来 gank 啊之类的。那又或者你玩提米的话，就快一点出一个蓝宝石啊，出一些装备去养你自己的射手，那也是不错。那要不然的话呢，其实有时候我会直接先出一个宝石或者是二阶的这个装备。二阶可能有时候也不用，因为有时候辅助装你是最需要它的这个最大辅助装的这个主动技能，所以说有时候辅助装你要怎么出也是有时候看自己啊，看我刚刚说的这些情况。那这我们直接开大啊，他们直接一个反杀把对面的奇尔的人头收下来。那我玩这个克莱斯这英雄呢，其实我蛮喜欢的，因为有时候你残血的时候，就像塔拉一样，大家以为你残血很好收人，要收掉你的，没想到这个时候一个大招，把全部人呢直接推到去这个天边啊，推得很远。那有时候玩这个克莱斯最怕是谁呢？就是马洛斯。如果你对面选了马洛斯的话，你就尽量不要选克莱斯，或者一些打真伤的英雄啊，还有害牙之类的。你玩这个克莱斯就是也不是说不可以，那就是他天生克你的，你要选的话那就没那么好。对面打真伤你护盾开大也是没有用，对面还是觉得你只是很少血。所以呢有时候大家选这个克莱斯的时候就注意一下对面到底选什么，因为没真伤英雄，真伤英雄就不要选择克莱斯，要不然没有真伤英雄的话呢，这克莱斯还是很强势的一个英雄，可以说呢从 S2 强势到现在。那这里开团战呢，一个开大，那个狐狸开了金身，那没所谓，我们直接一个二招先把对面的这个奇尔还有这个塔拉头收下来，再一踩又把这个勇踩死了。
那这里我们搜寻，趁着大还在，搜寻一下这个狐狸到底还在不在。那不在的话也没所谓啊。那这里呢，我们尝试把这个红 buff 想一下要不要反了、啊，自己就不要反了。那我把兵线先清理掉，让这个上塔爆掉，那更好。那如果你的打野的也在的话呢，就帮忙他去打一下这个红 buff。那这里我们呢出到这个德鲁伊之后呢，我们会出这反甲。那反甲的这个作用还是蛮大的。对面的这个如果射手英雄要勇将的话呢，看到你反甲他还是蛮怕的。而且你这个本来反甲已经减他攻速了，还要加一个反甲，就是对对面射手主要输出的。如果主要输出是射手的话呢，你出这种装备对他就是很好的克制。那我们这里处一下怒气值，看一下这一波团战啊要不要打。那这里呢，我们发现他们已经发现了我们刀锋的位置，直接这里不太好打的。那还是先开一个大啊，先控制到三个。那哎，刀锋先被杀了。那时候我如果我是队友的话，就先逃了，因为我们这主要很主要的收头的收割的这个机器已经倒下了。那连阿莱斯都倒下，我其实是这时候如果我是其他队友，我会先逃，因为我大还在，我还可以扛住。不过没所谓，这线上了这一局呢。这一颗人头，不过没所谓，待会我们逃回来。那么这里我们呢保护一下我们射手，然后看到哦，这个对面的蓝 buff 需要打起来了。那么这里我们呢，哎，看一下刀锋要不要追这个塔拉，其实不好追。我们这里看一下连幽之戒，把对面的视野全看光。然后呢，对面的夸克啊想要吸住我们，那我们这个时候及时交一个盾，然后呢保护了我们的这个佛伦，让他直接哇开秀刷一下。所以玩这个克莱斯染除了能够开团之外，他的这个保人能力也是很强的。对面没有打真伤的英雄的时候呢，你这个英雄啊简直就是，大家不是都会买这个辅助的护盾嘛？那你有这个克莱斯的话，哎，简直就好像免费的，然后CD 超短的就有这个他的这个被动了。那这里主动了，那我们这里呢直接开大，把这个奇尔的人头收下来，做到了一波 ace， 然后呢。把他的人头收下来，然后直接拆掉珠宝，赢得这场局胜利。那感谢大家收看，我是没听的窝窝，喜欢影片的话呢，别忘了订阅、点赞、分享。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次再见。